如果做出租车司机，最喜欢拉怎样的客人？不说话。没有手机的一天该如何度过？找手机。如果可以预知未来，最想知道什么呢？我走的时候是什么样？如果你是一个万能的科学家，最想做的一个发明创造是？时间旅行。当人类可以移居太空，你想成为第一批移民吗？不要。你最希望成为哪个动漫人物？名人。有什么事情能让你大笑？很少。当人们向左走，你会是向右走的那个人吗？看情况。你的拿手菜是什么？煎鸡蛋。